客家财政小白啊，二十外冬，身为当地特色经济作物，每冬的三月份拢有几只限定的黄金麦浪美景，总是吸引介意点样的游客翕相出境。小麦种植哦，大概有六十公顷左右哦，啊，因为拢大概拢采收起来，啊，即卖就是为着咱小麦节哦，咱农友配合啊，光华里遐的小麦田哦，目前还袂采收，啊，希望大家趁着最后这个机会哦。来欣赏小麦。为了将在地产业行销出去，客家农会第四当前就开始举办小麦啊产业文化节，希望会使再创客家观光的商机。而这礼拜六礼拜将在客家光华里小麦啊产区举办小麦啊节，活动内容精彩佮丰富。三月二六当日吼，透早有咱迄个开幕的仪式，也有邀请到咱在地提纲国小来做表演，啊，佮有咱迄个快乐家族的萨克斯风麦田音乐会哈，啊，另外有邀请咱过来农会哈，加一挂青农来做咱农业产品的展售，啊，另外阮阁有一个文创商品的制作，驻联省的制作，啊，咱有四个梯厨，每一个梯厨有五十个人哈，啊，伫个咱光华里的活动中心遐来报名，啊，邀请到咱。啊，全国的游客啊，朋友哦，做伙来甲阮观赏。开幕当天，将有音乐表演、小麦啊文创 DIY 制作以及农产品等秀等等。伫个麦啊田边啊，阁有树开花在翕相，欢迎民众做伙来客家佚佗。咱台新闻台山客家采访报道。